我操！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算了，不去了。没有，我说的游戏呀、啊，别那什么就行了，适当的玩一玩是可以的。要是学习的小孩啊，还是好好学习吧，玩游戏放松一下，不要一直玩就行了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游戏是艺术，啊，我也是艺术，啊，我就是一件艺术品，没错。没想到吧？你为什么我们俩帮你打你还用惩戒？你要干什么？推！哎。一个小孩哎，他变成了网瘾少年，就是成天就打游戏，别的也不干，就乐意打游戏。那一定是家长教育问题，这根本不能赖得了游戏。一定是他自己不会教育。哎呦，维恩，这维鲁斯不双不了杀啊？我不是吗？我是啊，我妈教育本身就有问题。我们家家庭教育本来就有问题。我将为他们展示通向神。不是笑不笑的问题啊。我们家的教育确实是有问题，他那以前父母根本不会教育。那维鲁斯干哈呢？刚才呀，硬让人勾啊！你说你出个羊刀子，整个你这什么意思呢，兄弟？你首先你是要攻速，其次你又想要 poke 吗？那你到底是 poke 还是攻速？不过说句实话，虽然我们家的教育有点问题。但我的价值观还可以，一打半溜，咬，拿下！哎呦，给我杀！我操，你们家是怎么回事啊？
几个人啊？养猫打麻将啊？咋那么多人啊？溜了，我这一看下来五六个，哎呀，我会让我小孩天天打游戏？那肯定不会呀。一个小孩他成长的好不好跟您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，但我说实话，就我家庭教育就这么不太好的，我这成长的还也算比较好。我唯独什么地方不行呢？我这语言能力不行，知道不太擅长语音勾流，因为我搁家时间太长了，我跟人勾流，我这是有的时候吧费点劲。看出来了是吧？看出来了。每一张网，老不出门啊。这泰坦从哪来的？我给你一口痰，不想再跟你们勾流了，我要打游戏了。 T 打或者 T 咬加血，好加血，六秒有 E， 五四三二一，中，起飞降落咬，打不着你的脸哟啊！来一个暗夜收割者，伤之木乃伊，哎呦我操，打死了，可以啊！来来来来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我那什么，我救你。我们可以等一下泰坦啊。其实我一打二都没啥问题，我觉得真的。嘿，真没啥问题。只要我能框一道为因，塞拉斯往下走了，什么意思？把兵线控在这里啊！我直接上了啊！一 W 溜，推咬点燃起飞，别让他打余震。平 A 接回来，其实他们刚才就应该反打，你知道吗？没人人呢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复仇。打
滑溜，一推，咬，一换一，这人真是啊！我操！一把来个五六趟，那中路往下跑，一直往下跑，一直往下跑，我都要吐血了！我跟着中路玩游戏。那泰坦是辅助，你给我打他！他中单玩成这个样了，你还能玩吗？这泰克，你别跟我说你打不过他！哎呦我操！咱们先咬，一打不留死。你个中单打不过辅助。你说你还玩那中单干什么？啊！这波我跟你们说，维恩死了啊！我们赶紧来到这个地方，跳弹不要打，直接蹲死维恩。我们八级，维恩六级，蹲他是随便蹲的，只要蹲到他是必死。而且维恩是先死的，泰坦是后死的，他俩不可能一块出来。重要的就是这里有没有眼儿，这里没有视野，他必死。啊，没关系，无所谓。别急啊，这波咬 ADC 给我扛塔挺好。卡个眼儿来，别看我血就这么点儿，知道吧？别看我血就这么点儿，我敢蹲，假装走了。其实这波啊，勾引一手维恩，螳螂来了。等一下，直接跑！哟，鳄鱼，鳄鱼一看就没闪现，推 A。打不了推。行呗，我也不放E。这螳螂确实挺烦人。哎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能玩了不嗨呀？怎么老这么老些人？我操！我们的队友都上哪去了？敢问那队友的上哪去了？人呢？没有人是吧？真难呢，人家家鳄鱼来了八趟，我们家潘森没动过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不屈之强。还好我的E够准。小心点啊，这波的维鲁斯怎么这要死的样呢？感觉一副要死的样啊。在这等个人儿，还敢玩维恩？
我能让你好过了？继续啊！泰坦又来了，咋这么肉呢？这泰坦，我直接一脚三郎，死一个推，一 W 咬，鳄鱼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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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环二可以接受。哎，泰坦好肉啊，打不动，赶紧划船。哇，这鳄鱼水银海鳄鱼，我说实话，这鳄鱼只能我们治它，这是你的一份，别人都治不了。我想一顿打这个问号给他翻身，我不知道这人在干什么。走，把这鳄鱼杀了，1000块钱我们拿了。都塔下了，打不死，不知道干啥呢。泰坦来找我来了，人还真是有点多呢。不行，依不下来。根本不给机会，全是人。我想一峡谷先锋都一不了。何必呢？这不是何必呢，是人家家资源太快了，我们家啥也没有。我在什么也没有，就是什么也没有用的情况下，我让对面捡了一名队员，我让对面捡员了，而我们家队友啥也没干。这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我们何必呢，你知道吗？我杀的鳄鱼，只有我能杀鳄鱼。就可以看到提线木推好送，好了吧，这波五杀，这波杀了五个人，就是没连上。31-24还行啊，我们法穿美甲窃魂卷12层，22-4的还多少？还有魔抗，22-4等于18。哎呀，我这有点稍微有点上头了啊！这鳄鱼韧性太高了。它的韧性真的好高啊！它应该能有50的韧性。你看，你看那塞拉斯被那个。被控以后跟鳄鱼被控以后都不是一个等级的，你们发现没有？
阿木木控他都控不住，他点的印性，印性太高了，控不住，一秒就解控，我们得多学两级 E 了。别怕，来往上上。你老大补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是个辅助。跟我来啊！哎呦，有眼儿，那不能打了，那不能打了，有眼儿打不了了。但我们可以小蹲一下。现在杀完人要立刻就跑，因为对面的人应该都要全来了。我将为他们展示通向神性。差点钱猫着，等，差点钱猫着了，这鳄鱼上路推线了，鳄鱼。打他一套啊！打不了炸他，推平 A 查眼 A。你跟我打啊！鳄鱼没了，他们正面就应该能好打一点了。我们把蓝打完以后，中路团一波。阿木木上去没有一个人跟呗？你们干啥呢？为啥不跟呢？哎，美甲窃魂卷又没了。这潘森根本不知道那 W 技能到底放哪了，这就是个废人，我发现了，这就是整个就是个废人呐。卖错了，卖这个啊，一会儿来个蜡石之牙，算了，美甲窃魂卷不要了，啊，一会儿再不要啊，一会儿不要了，给他换个蜡石之牙，我们法强够了。不出金身，我要来个蜡石之牙。这个位置没有视野，这团可以打。那阿木木为啥不放大呀？哎呀，我飞的感觉有点快了。
这除了我，你们谁能打得死这鳄鱼吗？漂亮，这把布布把这鳄鱼杀了 ，nice。哎呦我操，这潘森能杀这么多人 ，nice 兄弟们，漂亮。美甲窃魂卷还是不能卖，差800。完了。要打大龙了，你赶紧过去。这螳螂好烦啊，它自杀袭击，它往我脸上飞。看来我们确实得来个杀的。来个杀漏吧。三打五上能打吗？三打四，像维鲁斯这种没有位移的 AD 英雄，让人家那个塞拉斯贴身就死，没用。那螳螂真是自杀袭击，不硬往我脸上穿。我其实能秒他，只不过他隐身比较的烦。太烦死了。你先往后撤一撤啊，别死了。小龙是不是啊？来呀，赶紧把中路大炮车打了。可以打了，塞拉斯没技能了，塞拉斯没血了。直接打龙来，哎呦我操，聚聚
那塞拉斯也会玩，我跟你们说，那塞拉斯跟那鳄鱼这两个人，这潘森确实有点不太像人，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而且他还拿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，上单。